我怕苍蝇。200块左右，嗯啊，很贵，那谁吃得起？我们这种外籍人士现在才领悟到。对，如果大家你们有打工度假想要来的、啊，我觉得先不要来。这样，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拍一个面对肺炎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小镇的上面的一些情况。然后呢，为了不要太无聊呢，所以我们就有买了那个 Hungry Jack。不是，今天是跟那个。Hungry Jack 合作，然后我们今天吃的套餐是，20点几块，20点45块吗？还是95？大概那个上下。有4个汉堡，还有2包薯条，2杯饮料跟1包鸡块。然后我们要边吃边跟大家聊一下这几天我们所感受下来，就是在这边，然后肺炎所带来的一些影响跟情况这样子。你个人觉得就是。目前你自己内心觉得，你觉得有那么恐慌吗？有，你有了。我很怕生病。其实我自己也会怕，我也会很怕生病，但是我觉得它还没有让我很恐慌到，就会受不了，睡不着这样子。啊，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很少人有得到，那时候我们那个镇完全没有人，因为几乎确定的案例都是在偏市区的地方。如果我们真的现在在墨尔本市区，我们可能就想回家。对，如果在墨尔本市区，我觉得马上订机票回台湾。可是因为我们小镇上面现在真的都情况还好，而且目前昨天就发布说到4月初还是4月中的那个长荣全部都停飞，然后华航的话要看班机。而且一张票知道多少澳币吗？1000，而且是单程哦。天啊，我原本昨天我朋友他们说他们看600澳，上个礼拜，然后昨天变成1000，我们没有1000澳买机票哎。我觉得最扯的是我们室友他们去买蛋，超市的那个蛋啊，然后什么生活品什么都被抢光嘛，然后他们就去亚超买，就一买哎，亚超恶性涨价，就那边抢光，然后老板就恶性涨价，全部的东西都涨90cent还是40cent，很夸张哎，一盒蛋。原本3多块，然后变成4块，然后泡面原本一包，其实它本来就偏贵，因为市区的亚超那个泡面一包可能6点多，然后它这边正常价就8点多，就它又在涨了90cent，那变9块多，哎，泡面9块多，哎，200块左右，很贵，那谁吃得起？刚才还有一个爸爸是那个，他现在在讲我们就是被歧视的状况。对，我原本以为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，我自己就觉得。而且我们又是住在这个小镇，有很多亚洲人，很多外籍的，就跟我们一样是外籍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已经习惯说有很多外籍人士。我们这种外籍人士在这，现在才领悟到，结果没想到还会发生这种事情。因为就是没有卫生纸，我妈说去看也没有，可是我们也没有要买。不，我们没有要买的意思。有的话，我们就顺便嘛，没有要抢这样。对。然后结果那个宝宝就前面已经大声嚷了，不知道讲什么。然后后来我们刚好在他旁边，就刚好看到他手上拿了一卷卫生纸这样，然后我们就拒绝这样出来外面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卫生纸这样举很高，好像就是跟我们炫耀说，耶，我有买到这样。很无言，我们没有要跟你抢的意思啊。而且那么胖，这个攻击是可以的吗？好，没有说服力吼。对啊，你自己也是。对，就当下就觉得很气，但是后来也就觉得没想那么多，还好，可能人多必有白痴，多少会遇到这种事情。而且还是父亲哎，他是一个爸爸，然后身边带了很多小孩，就竟然带头做这种举动，我就觉得很无言。但是我觉得更白目的是刚刚我们在买 Hungry Jack 的时候，就在刚刚，刚刚这两个屁孩对着我们咳嗽，然后讲 virus。然后是买 Hungry Jack， 然后我们就买好鸡好，然后坐着在等，然后就有两个弟弟，应该是小学生，我觉得。剪裁癖，剪车屁孩，屁本孩粉，他就走进来，卷发猪。左边这个男生就看着我们，然后他就看着他，因为刚好他进来了，他就看到我，他这样还遮起来这样。是啊，然后真的是他咳完，他还说哦 ，virus， 然后我们就大傻眼，你知道多白目？真的没被踹过哎，这不知道我们台湾人都拿刀拿枪了吗？他的朋友可能是就是隔壁的狗，怎样啊？他的朋友可能就不好意思，就回头对我们，然后就说 sorry 这样子，觉得不好意思，那应该就这样就算了。后来呢，叫到我们的号码，就我们两个要去拿餐，就我们一走过去呢，他这样。
蹭完之后他就这样，你又咳多少次？因为我们室友跟我们一起去买，所以我想说会不会他拿餐的时候他们也这样咳？我们室友是男生，我们两个是女生嘛，所以我们要看就不一样。我们室友那个男生就去拿的时候，他就一动都不敢动，对，然后什么行为都不敢做，超级熟辣的，头发还那么卷。对啊，我觉得就是歧视其实都多少会遇到，但是这种人真的超级白目的。后来我们就是对就离开，然后我们大家就在讨论，他们两个骑脚踏车来了，我们要把他们脚踏车轮子拆走。而且我们走的时候就走他前面，然后我们就要狠狠瞪他，因为本人间隙前面很好，他连看都不敢看。我们目前因为这个病毒，然后被有点小小歧视，大概就是遇到这两件，但其实也没有到很严重说。但是我们是听说市区有人就是什么戴口罩被打这种，我们真的是觉得有点夸张。而且路上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，亚洲人也不戴，大家就是还是不会戴口罩。嗯，但是我们上班的话，有些人就是自己都会戴着，然后我们工厂的阿姨他们也有戴。那个阿姨很好笑，因为就突然有一天，然后戴口罩来，然后他就会过来检查我们的葡萄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，这样，然后他自己就咳嗽，他咳嗽打你，他讲，他戴口罩，然后我们就Oh my god！ 然后他立刻道歉，他说 ：“Oh sorry, I'm coughing cause panic。”咳嗽制造恐慌，让我们笑死。然后他就中文讲：“哎，阿妈紧张，阿妈紧张。”阿姨，我们一开始以为他是怕我们有病毒给他，所以他才戴口罩，就没有他本人有病毒。对。这是目前欧洲超市的状况，以前从来不会讲。肥皂也抢光，我是不知道为什么。重点区的卫生纸，不过我只是限定一个人只能买两袋，可是之前我们去Costco是一个人只能一袋。像超市是真的有，就像我们刚刚讲有被抢空的问题，可是我觉得以目前来看，应该下一周就不会那么严重，因为大家都有囤货了。但是我们并没有像他们这样就是过度囤货，就是我们也没有钱过度囤货。对，我们只能买完一个，然后再买一个。对，不然下个礼拜就没钱了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目前我们在这个内陆小镇，然后面对这个 coronavirus 的时候，反正目前就是这样，我们在这边很安全了、啊。嗯，跟大家报个平安，我们现在这里还很安全，就是自己的话也会做好保护自己的措施，可是也还好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常出门，我们就是上班、下班。哎，隔壁的狗跳起来看我们。他干嘛了？他看那个鸟。是吗？嗯，后面的鸟。又跳起来，好可爱。我们的生活作息很正常，上班、下班、回家，除非真的要出门，就是去超市而已。上下班，你看你的，用一次。所以不用担心。对啊。然后我们很 OK。我们还是很胖的。今年还是不要来澳洲。对，如果大家你们有打工度假想要来的啊，我觉得先不要来，暂缓，不要来，真的不要为了那个一时。对啊，好像也不用放屁吧？不是的，不要乱讲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想说的都大概说完了。哎、欸，有人说想看我们直播，对啊，那个咔哧咔哧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用那个 ASMR。那我吃鸡块。好像戴耳机吧。完全没有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那我再靠近一点。没有吗？好土哦！不敢用气音，我听人家说用气音。你说吃的时候？讲话的时候用气音，然后吃的时候它才会安静。那不是？可是吃的时候，吃的时候就是安静了吗？我们两个现在开始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我要表演 ASMR， 为什么？现在先吃鸡块，你不是要吃完我先，你流氓，我生气，什么？我现在生气。我有啊，好，这下我不要播了。他去拿耳机，等一下，我先吃汉堡。
跟你们讲，这里的苍蝇很奇怪，它喜欢钻人家的眼睛还有鼻子。现在你们听我，要汉堡开始。好恶心！那你要多付0.5cents。我不会，我试试看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拜，各位拜拜。